聪明的狗狗有哪些特征？聪明狗狗的特征有：一、会了解人类的生活习惯，知道人类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可以感受到人类的喜怒哀乐。二、聪明的狗狗会有自己的意识，在狗群之中会有讨食、吸引人注意的举动。三、会偷偷将自己喜欢的玩具和食物藏起来，不被其他人发现。四、碗中没有食物时会自己寻找或找主人讨要。五、主人教导的事情狗狗会有记忆，如不可以随地大小便，不可以在家中捣乱。狗狗中也是有智商排名的，聪明的狗狗会讨人喜欢，它们可以进行训练且很好的完成，可以模仿人类的动作。